反正就要发糖了，看你的相片。一二三，我是一颗糖，跳跳糖，我是一颗糖，我是一颗糖，我是一颗活力四射到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。老师们，让你们吃完。太狠了，这个太狠了。降落伞落下的时候，对，这个创意是怎么想的？这个创意是村长想出来的。哦，我是最豁出去的了，已经。黑眼圈熊，应该是你最可爱的一次造型了吧？对对对，就突然间疯了，就感觉自己啊，即刻疯掉。一心一脸严肃啊，一心听完这首歌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听完这首歌压力蛮大的。